这个时候女生就在等你告白哦。有答以上恋人未满的男人有福咯，今天培培就要为你们公开，在这个时候女生就在等你告白的时刻咯。很痒啊，很痒啊！嗨，小助理来啦 ！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你看，我今天只约你一个人哦。真的。今天很重要，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竟然忘记今天很重要哎！啊，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嗯，你最好了。排队很久等到了。来，许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我可以永远年轻漂亮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可以交到像小猪一样体贴的男朋友。第三个愿望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吃蛋糕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的钥匙好像不见了。哎，怎么会？真的没有？还是你要过来帮我找看看啊？好，去帮你请锁匠啊。锁匠？哎，什么骂尺寸的家伙？哇，今天好多星星，好漂亮哦。真的。觉得好像变冷了吗？好冷哦！以上这些状况是不是似曾相识呢？别再错过机会，下次一定要好好把握哦！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。